我们今天啊讲这个弥勒法门，弥勒净土。净土法门呢，是诸佛为度化现身中未能成就道业，又不愿命中后再往受轮回之苦的众生所设的善巧方便的去处。这句话很重要啊。这生呢还没有证道，未能够成就道业。如果已成就道业呢，就不急得去净土了啊，因为你往生净土就很容易。对一个已经成就道业的人来说，往生净土的话，他可能是去参学一下啊，他也可以留在娑婆世界继续度化众生，不用去净土。但是呢，这个未成就道业有一定的善根，又不愿意留在娑婆世界，就是希望呢能够去其他的净土修学一段时间啊，就是像考试一样，考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去进修一段时间，那是这么一个愿望啊，并不是到了那里永远都不回来了，就是相当于去进修一样。这个目的呢是保证众生于净土中证得不退转的果位啊，也就是说到那里证到一定果位以后，再回来啊，证到一个不退转的位置就可以了。不退转以后就可以趁愿再来利益众生。所以净土的最根本的地方就在这里啊，到了净土中呢就可以证到不退转的位置，然后十方刹土都可以去了。法门之间本无高下优劣之别，十方净土有愿皆得往生，众生应该选择最契合自己的净土法门，建立正确的信解，精进修持。对于现代众生来说呢，这弥勒法门呢就是很契机的啊，对很多人来说是很合适。弥勒净土这个法门呢，是中国早期最为流行的法门。兜率天在欲界的第四层，以我们同处欲界，不仅离我们最近，而且弥勒菩萨将来师徒作佛，教化师徒众生，特现兜率净土，以此界众生结缘，专门设师徒欲界众生的啊。因为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的离得我们最近的净土就是这个兜率净土。当然了，还是看缘分了啊。有些人可能觉得极乐世界的缘分啊好，就往生极乐，这个个人的缘分啊。但是往生兜率内院的还是很多的，因为他在这个欲界天第四层。兜率内院哈，跟外院还是有区别的啊。有些人说啊，弥勒菩萨就在欲界天，那欲界众生都可以去听弥勒菩萨讲法，那是不可能的啊。有些外道升到兜率天去了啊，他听不到弥勒菩萨讲法，他也见不到菩萨，因为他没修过这个法啊。所以说他有兜率内院啊，兜率内院不是谁都可以进得去啊，就像北京那有北京大学一样，北京大学跟北京是两码事，是不是？你不一定进得了北京大学。弥勒菩萨广结善缘，普摄群机啊，他不修身禅定啊，不断系烦恼，这里说啊，要去和众生广结善缘，这是他的慈心。从弥勒菩萨对善财童子的一段开示可以看出他普摄群机的悲愿，为化其人令入佛法，而亡于彼，又为身处一切人民随应所化为说法，因为父母及其眷属婆罗门等演说大乘令其去入，故住于彼，而从彼来。这个是见那个《华严经入法界品》里面有段这样的话，就是汉地古今不少高僧，道安法师啊、玄奘法师啊、窥基大师啊、马祖道一是最有名的了，憨山大师、虚云大师、太虚大师，都修持法门往生兜率内院啊。印度佛教历史上弥勒净土信仰早已有之，在印度的佛教时期，弥勒就已经是供圣文称的信仰，就是须达多长者、阿难尊者、接线大师以及无着菩萨、世亲菩萨、狮子觉等，皆是修持弥勒法门的往生兜率内院的啊，印度成就者啊。那么密法里面像中科巴大师啊，也是往生兜率内院的。这里举的例子是小部分的，其实中国的禅宗大德
基本上都是往生都在内院的哈，只有极少数的发愿往生西方的，那就是那些也是禅宗的祖师，也是净土宗的祖师，也就十来个，是吧？那是禅宗开悟的祖师，弘扬净土的哈，成为祖师的可能就是十几个吧。那其他的大部分可能都是，往生都在内院的。该法门适合以发心，为成道的，凡夫众生作为最后的皈依处。其实这个呢，跟往生西方也差不了多少啊，类似的啊。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发菩提心的，但是呢，未成道的凡夫众生，那西方净土也是这个样子的。基本上这两点也是类似的啊，肯定要发心，你不发心是不可能。但是呢，就是未成道，那就肯定的，要成道了还要去净土干嘛？啊，就是没有成道的凡夫，西方九品莲花下品下生是吧？其实里面有密意的，真正的要往生到西方净土花开见佛的话，那不是那么容易。观无量寿经里面讲到下品下生的十二劫花才开，那就等于没去，去了以后十二劫以后花才开，等于十二劫以后才到西方。也就是说你从现在往生了，你说往生西方的下品下生的意思就是十二大劫以后才去。啊，那么这十二大劫干什么呢？我以前说过，肯定不是在花苞里睡大觉，他肯定要修福积累资粮啊。这就是佛的一种方便说法，你们看《观无量寿经》说的非常清楚啊，这个是原经，我们这个是不能探讨的，就是说佛讲的经典它原话就是这么说的啊。十二劫花开，那花开才能见佛，花没有开之前就见不到极乐世界的，你是吧？你花没有开就等于说你说你到北京了，然后给你放在汽车这个后备箱里面包着，然后把车停在北京，这十二劫以后再把后备箱打开，你才能见到北京。是吧？那个意思是一样的，但是里面可能给你塞点东西给你吃，是吧？这你想想，这可能吗？这佛不会这样子啊！佛度众生不可能把你打包十二大劫放在那里不动啊！这是佛的一种方便，它是为了增加你的信心。下品下生，你看最差的，你看十二大劫以后也能到我极乐世界来啊！你最差的太差了，就是也能去。但是十二大劫呢，它肯定会让你去修忏悔法门啊，修积累福德的资粮的法门，然后慢慢的等你的福德资粮够了，花自然就会开了。这个往生都在内院也是一样，欲界天也有一些佛法的，但是天人都很少去的。天界的那个佛法跟都在内院和都在外院的完全不一样的，都在外院的凡夫啊，他见不到弥勒菩萨的，也见不到那些大菩萨们啊，他可能也能听到一些佛经啊，可能弥勒菩萨有化现成那个法师的样子哈，这是一个化现化身啊，去度化他们，就像我们现在见不到弥勒菩萨一样。但是呢，弥勒菩萨的化身可能就在我们的世界度化我们，我们不知道哪个是弥勒菩萨，是吧？观音菩萨还有文殊菩萨，这些菩萨呢，他们都可能有化身来到娑婆世界度化有缘，但是我们基本上是见不到他的这个报身像，基本上没有人能见得到啊，这没有办法，因为我们没有这个福报。就是欲界天的天人也是一样，他们也是没办法见到弥勒菩萨的那个庄严的报身像，在都在外院可能只能见到化身，化身他就肯定不是弥勒菩萨的这个形象或者名号啊。有一些人往生到都在外院去了啊，都在外院呢，可能这个条件就很简单了。在那里修修的修的，可能有机会就可以到兜率内院去，也有这个可能啊，并不是说只有我们人间的人能去兜率内院，欲界天的天人也有可能啊，特别是兜率天的众生哈，他们可能本来就跟弥勒菩萨有缘，先在外院修，就像那个西方净土也有这个边地遗尘，兜率天的这个外院呢，就是也相当于边地遗尘，内院呢那就不一样了啊，那这个条件是不一样的啊，至少要有菩提心，都差不了太多啊。如果差的太多的话，我们就不会去弘扬西方净土了，大家都弘扬弥勒净土了，是吧？这么容易去呢，赶快去弥勒净土那里，是吧？就像考大学一样的，因为考北大要600分，考个一般的本科可能就400分就可以了，那你先考个400分先上呗，是吧？能上了就能够见到弥勒菩萨，还怕成不了道？那谁都会去选择容易的，没有人去选择西方净土。
你们不要去想什么便宜的事啊，啊，老想啊、哦，这弥勒净土这么容易，那我不去西方了，是吧？我明天改去弥勒净土。既然是净土的话，它的要求的条件都是差不多的，就是看缘分啊，就是你往生都在内院，可能你觉得弥勒菩萨的感到更亲切一点，缘分深一点，也就是这个原因，没有别的原因。啊，有些人觉得阿弥陀佛的缘分深一些，或者观音菩萨的缘分深，那有些人就发愿去西方。啊，去西方主要的原因还是这个观音菩萨啊，很多人都是跟观音菩萨的缘分深，所以呢就往生西方。依照经文所记，修习弥勒净土法门的佛弟子的命中之后往生弥勒净土上品往生者，即刻在莲花中化现，面见世尊。啊，你看上品的，就是到那里就莲花就开了。弥勒菩萨为上生者放白毫光，灭其重罪，后随其溯缘说法，其人与无上道得不退转。啊，很快就开悟了，也就是说。这中品往生的人呢，舍报往生得见弥勒，闻其说法，自不退转。即便是下品行者，修诸净业而不乐生兜率者，或欲往生而功德资量不足者，他日在龙华三会中，必能够亲解弥勒如来，闻法得度。也就是说，可能去不了兜率内院，但是呢，在龙华三会的时候，就是能够因缘会成熟。啊，可以见到弥勒佛，这个法门很好啊！我觉得最快得度的办法还是龙华三会能相见啊，应该是这样子的啊。龙华三会嘛，离我们最快的这个啊佛的、这个讲法的法会，能够亲自见到啊弥勒如来，闻法得度。初会说法令出烦恼障，第二会说法令度无明海，第三会说法令心善调伏。总之，任何根系的众生若能够被弥勒摄受，皆不退无上道心。啊，那肯定的，被佛摄受了呢。弥勒菩萨将下生说佛度化人间，从这一点看呢，弥勒法门适合悲愿弘生、欲于说佛行菩萨道的发大心行者啊。还是能够想完成释迦牟尼佛悲愿的人哈、啊，那么呢，你就要去弥勒菩萨那里，因为这个娑婆世界呢，就是释迦佛的啊，贤劫千佛度化众生的地方，那我们肯定要啊紧随其后的跟随弥勒菩萨。古今许多高僧大德，那不仅以上生兜率为归宿，而且还要随同弥勒下生广作佛事。他们都是这么发愿的啊，高僧大德这样发愿的比较多，愿意去兜率天。弥勒佛呢，常是一切乐的宗旨啊，可以扭转世人对佛教有消极避世、苦多乐少的偏见。因为这末法时代哈，一想到西方净土，就好像要死了，对不对？就是讲的是，你说啊，你念阿弥陀佛，人家都不高兴，你不是咒我死啊，是吧？人家都这样想。但是呢，你要说啊，弥勒菩萨，你要念啊，弥勒佛，大家感到开心，因为大家都想到弥勒佛，是吧？弥勒佛欢喜啊，是吧？你看人家那个想发财的人都供着弥勒佛放在门前，因为弥勒佛呢，就带给大家的这个是种欢喜和富贵的啊，因为弥勒菩萨就是这样的风格，他的慈心修得特别好。给予众生安乐，他喜欢安乐，所以说那个富贵人喜欢修他的法门啊，福报大的人呢喜欢修他的法门，这个福报大的人毕竟少啊，所以说西方净土的法门还是比较适合大众啊。大家都太苦了啊，有些人呢念佛呢就是好像就是急得往生啊，求快点往生啊，不想活了，有些人不想活了都不敢自杀，就天天念佛，就很多这样的人哈，这其实这个思想心态不对啊，不想活了，是吧？经常有这个自杀的念头，但是就是天天念佛，这样的话呢也是很难去，但是能跟阿弥陀佛结个缘，就是啊，可能真的死了的时候还能想得起佛号来，至少不会下堕。
就是弥勒指释迦佛指定的贤解的第五佛 Maitreya。 弥勒这个翻译是梅达利 Mentally， 大家都清楚弥勒是姓，就是婆罗门十八姓之一，翻译过来就是慈，名是阿逸多啊，翻译过来呢是无能胜，名与姓合起来叫慈无能胜，也就是弥勒菩萨修这个慈心三昧啊，他的慈心三昧的能量特别强大，那、啊、以大慈度众生，无能能够超胜于他。弥勒佛与释迦佛同时代出生在波罗奈国迦伯利村的一个宰相家，出生时具足三十二相，身上放出紫金光，颜容端眼，聪慧异常。按照当时印度的习俗，生的孩子是要请相师来看相的，因此呢，不像呢招相师为儿子看相。相师见后惊讶异常，说这个孩子具足龙王之相，长大以后成为转轮圣王。这句话很快传到国王这个凡罗达耳朵，国王甚恐慌，生怕他将来夺取王位，因此计划除掉他。弥勒的父母呢感到大祸临头，便将弥勒藏在舅舅家里。等弥勒佛的长大以后，他的舅舅听说释迦佛出世，就让弥勒跟其他十六个人一起去见闻佛法，跟佛出家。随后与弥勒同时出家的其他人都得到了法眼镜，即将进入圣人之流，可唯有弥勒没将这当回事。弥勒出家后，不以小乘比丘为伍，而以文殊普贤观音大势至等大菩萨同事，所以在大乘法会上弥勒都有重要的席位。如《华严经》中，弥勒故意展现楼阁，令善财入于法界，法华会上以文殊共任流通等等啊，也就是说他的菩提心修得特别好啊。一般人是当然是不懂了啊，他出家虽然也实现出家相，但是跟那些阿罗汉那些根本不在一起的，他不是一个层次的。慈无能胜是给予众生安乐啊。弥勒菩萨呢修慈心三昧，保任慈心，远离嗔恚怨憎之念，每个心念都誓愿令众生受三昧之乐。这个慈心稳固奠定了大乘菩萨慈悲心的基础。有经文记载了往事中弥勒菩萨发慈心的缘起，在往劫某一世中哈，弥勒佛呢是身为大王，叫昙摩留支，当时呢看见一个比丘入慈三昧，身体放出金色的光明，就像大火围聚一样，钦佩赞叹中得知这个比丘是入慈等定，马上发心修习慈心三昧，从此事事不放弃。弥勒菩萨在过去无量劫以前是个仙人啊，也修过仙啊，精通各种技能。一般这个修道的人呢，以前都是修仙的啊，都修过这些东西，智能也非常的广大。当时他叫一切智光明。有一年正好啊，值遇古弥勒佛演说慈悲喜舍十无量法来教化众生，因为听佛说内光大悲海云经，他马上树立起正信正见，随后出家，并发誓愿在未来成佛时也号称弥勒。那时他在山上每天诵持持三昧经，一心不乱。可是有一年山上洪水泛滥，山中的农作物相当缺乏，他也无法下山取药食物，足足有七天没吃一点食物，生命危在旦夕。当时山上有五百只兔子，兔王妈妈看见仙人快要饿死了，就发心舍身供养仙人，以护持佛法日后广泛流传。兔王妈妈交代了孩子们后，又特别嘱咐小兔子，妈妈现在要离开你，为的是护持仙人，使佛法流传万世，造福更多人。可是小兔子说，妈妈，供养仙人护持佛法这是善事，我也要做。说完小兔子就扑的一声，比兔王妈妈还先跳进火灶里。
兔王妈妈随即也跟着跳入火坑。等兔肉烧熟了，山神就告知一切智光领仙人。仙人听后呢，悲痛欲绝，立刻发下誓愿，令我誓死不杀生，不食众生肉。说罢呢，投身火中，与母子二兔同归于尽。这个母子二兔分别是释迦佛和罗侯罗的前身啊，你看他们的缘分这么深啊！释迦佛的前身就是久远劫之前的事了啊。释迦牟尼佛有很多这样的故事，就是在做动物的时候就啊，这个菩提心都不忘事啊，为了救人，他这个心念先强。弥勒菩萨又名阿逸多，意为无能胜。为什么要尊称他为无能胜呢？简单的就是以大慈度众生，无能能够超胜于他。对此呢，窥基大师呢曾著书解释说：“有比多修慈心，多入慈定，故言慈事。修慈最胜，名无能胜。”讲清这个问题，必须要了解过去七佛贤劫释迦牟尼佛是第四佛。贤劫第一佛以前是什么劫呢？是庄严劫。庄严劫最后三尊佛分别是毗婆尸佛，他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人寿是80000岁，他坐在波波罗树下说法，开了3次大法会，度了348000众生。庄严劫的第99啊，尸气佛。湿气佛下到人间的时候，人寿平均是77000岁啊，坐在这个芬陀利树下开了3次法会，度了250000众生。庄严劫的最后一个佛呢是毗舍浮佛，他下生的时候人寿是60000岁，他也开了3次法会，度了130000人，这个庄严劫就结束了。随后就到了贤劫，贤劫第一尊佛叫居留孙佛，贤劫第一佛啊，人寿是40000岁，他开了1次法会，坐在斯利沙树下度40000众生。贤劫第二佛是居那含牟尼佛啊，人间人寿30000岁，也说了1次法啊，度30000众生。第三尊佛是迦斯佛，迦斯佛下生人间的时候人寿是20000岁。他在尼居利树下说法，也是说了1次法，度了20000人。释迦佛是贤劫第四佛，降生人间，人寿100岁，他说法300场，转法轮49年，度化无数的众生解脱生死。说正法哈，他的正法是1000年，相法1000年，末法10000年。这是大致的说法。这个我们说七佛这个。我们会念这个七佛记啊，就是这七个佛是离我们最近的七个佛啊。那么离我们最近的这七佛呢，也就是说跟我们最有缘的啊，离了我们最近的佛肯定是跟我们有缘分的啊，我们肯定都在这七佛跟前种过善根。弥勒佛呢，就是贤劫第五佛啊，弥勒佛呢，在释迦佛的前12年涅槃。上升兜率天，在兜率内院的善法堂中，弥勒为500亿天之说法，令他们皆证得不退转于无上道，若凡若圣，不可限量。弥勒菩萨将于人寿80000岁的时候下生阎浮提，住世60000年，中有3次较大的说法，也就是有名的龙华三会。如释迦佛受记，龙华三会得道之众，都是曾与释迦佛法中种下善根的人，还有与弥勒佛有缘之众，这样才算完成了弥勒伟大的慈悲愿力。若把前面七佛度化众生的人数合起来，再看看弥勒佛在兜率天度500亿天时，并接引娑婆世界的众生往上升兜率净土，未来还要在娑婆世界开演龙华三会，度化282亿众，这整个娑婆百亿阎浮提所度化的众生更是不可计数。可见弥勒佛的悲心和愿力正是未有能胜者，所以被称为无能胜啊。他虽然成佛晚一点哈，但是呢他接的善缘广啊，
所以度化的众生也就多一些。他这个到处广结善缘啊，他不急着自己修，他喜欢搞法会啊，所以他结的缘多。弥勒佛的这个慈心愿力无能能生，不论在娑婆的现在或者未来，他都不断的化现于现实中来救度我们，同样的也化现在东方琉璃光的药师佛净土，在西方极乐国土也有他的踪影啊，就在极乐世界也有他的踪影。他有些时候也会去那边啊，度度跟他有缘的人，更建立了兜率净土来接引我们。因为有些人呢，可能跟兜率内院有缘哈，但是他跑到西方净土去了，弥勒菩萨有时候也跑那里去跟他们聊聊啊，就是你们啊，你们快点回来到兜率内院来参加我们的龙华三会，发邀请函啊，他会到极乐世界去发邀请函，要他们早点回来。如佛说慈氏菩萨啊，誓愿陀罗尼经中菩萨所发的大慈誓愿，而是慈氏菩萨呢，闻佛世尊说陀罗尼以白佛世尊，是陀罗尼有大利益，能令众生解脱恶趣，是慈氏菩萨复发愿说，若有众生于未来世末法时时能读诵咒词者，舍以数夜堕阿鼻地狱者，我成佛时当以佛力救拔之，不与受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。所以我们说你的真如其名堪称无能生啊，这个就是陀罗尼经啊，就是说他弥勒菩萨的这个往生兜率天的咒啊，这是陀罗尼，有机会我们可以传给你们。弥勒净土是就是兜率内院的，其他净土有什么区别？它跟我们最有缘，是往生最简单也最保险的去处啊，这里说十大殊胜的地方哈，第一是位于欲界的第四层兜率天，它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，每一位将与人间视线成佛的普出佛最后生都将在这里教化众生啊，很多的菩萨呢也是先往生到那里去等弥勒菩萨，跟弥勒菩萨一起下生啊，贤劫千佛都是这样子啊，释迦佛也是这样子啊。弥勒净土是本师释迦佛降临娑婆世界前特别选择停留的净土，释迦佛曾在兜率天宫也是为白床天子向无数的众生开示正法，据经书记载，当时在围廊自然响起通过音声传来的燃灯佛的授具，于是呢，白床天子微坐在宝座上，召见自己诞生的周种姓父母时间等五个方面。释迦佛从兜率天降生的时机成熟后，诸天都按照各自的愿望给白床天子献上各类的物品，随后微风变化要来到我们人间啊，兜率内院是这么一个地方。第二是这个《方广大庄严经》上说，南瞻部洲的人不能为了听闻佛法而往生兜率天，但是众生能降临南瞻部洲。根据经书记载，我们可以知道弥勒净土中有500亿天子供养一生不住弥勒佛，他们常跪发大愿跟随弥勒弘法，这个队伍庞大，500亿天子啊，到时候都会跟着佛一起来度化众生。那这些所谓的天子大部分都是菩萨了，当然也有啊，根基不同哈、啊，也是分级品的，根基有上品的，有中品的，下品的。第三，从上面两点我们可以知道，弥勒净土与我们最有缘，加上弥勒净土就在欲界，离我们最近啊，我们应该感恩这一极其殊胜的缘分。弥勒净土呢，不仅是为我们欲界设的子弟学校，十方众生都可以往生到那里，对我们娑婆世界有利，其他各界的众生也能来，就是有缘的众生也有可能从其他的这个世界来到这里，那是少数的啊，有缘的这个菩萨也会来这里。第五是弥勒净土的善法堂殊胜庄严无比，那是十善福报的圣妙福报之处，富贵无比，
那里充溢着无尽的十善是弘誓愿，大愿力变成了悟空无常的波罗蜜法名，还是不间断地吸引我们到那里去往生发愿。听法就像听音乐，越听越着迷，最后发无上道心。听音乐这么好听啊，就是喜欢听啊。还有很多的殊胜的地方啊。弥勒净土也是没有女生，都是男生。第七，上生听法绝对不退，而且随去都是弥勒菩萨亲自接见。你看弥勒菩萨就是立即接待，当面给你开示，根据不同的善根机缘说法，几句话就能说到听法人的心里困惑障碍一下清明了，就像棒喝一样不迷茫了，同时在莲花上化身道不退地。第八，弥勒当来下生的时候，上下两界净土呢最终是一致无别的，那时土地化作人间净土，能接大善慧根福德，真是具足天时地利人和。到时候我们人间哈跟那个天界的很像。第九，到了兜率天就等于到了不退地，在那里听法证悟后，跟随弥勒佛下生龙华山会去渡人。最后呢，释迦佛在人间广传法轮时，曾殷殷劝阻善众应该皈依弥勒佛，因为弥勒佛是当来正觉者。在弥勒上生经中，释迦佛授记说，皈依我没有成就的，命中可以往生到弥勒净土，皈依弥勒佛的也直接到他那里去，那里听法不像我们在人间修行这么难，他说法变成了音符，听得过瘾，一直听到开悟啊，随他下界度化众生。释迦佛说这是大皈依主，佛陀的叮嘱和众托，这是何等殊胜。释迦佛呢，他成佛了哈，你很难见到他的报身啊，佛当然也有报身，一般的这个修行人是很难见到佛的报身的，但是呢见弥勒菩萨就容易得多啊，跟着弥勒菩萨修呢就是容易得多啊，所以说大家呢要知道这个道理。在我们人间现在两个净土是啊最适合大众的，一个西方净土，还有一个就是弥勒净土啊，对普遍的大众来说是最流行的两个净土法门呢。应该说往生兜率内院应该是更容易一些，但是还是看缘分啊，有些人就不想去，那你也没办法啊，就看缘分，有些人可能觉得弥勒菩萨的缘分不够啊，他就喜欢观音菩萨，他就跟观音菩萨缘分深，那他就一定要去西方极乐净土的啊，那就是个人因缘。这讲去哪个净土呢，根本上哈还是看缘分。对弥勒菩萨有信心，那肯定是要有新的大乘佛教的，因为弥勒菩萨的这个，你看他的习惯就是大乘佛教啊，他不跟小乘的人在一块的啊。你要对弥勒菩萨升起信心，必定是大乘根性的人啊，他的慈心特别强，他不一样的地方哈，我们的慈和悲嘛哈，就是说他的慈心修得特别好，所以我们看到的中国的弥勒菩萨就是，你看就是一个啊，永远都是笑眯眯的。看到他你烦恼就没了，带给我们快乐的菩萨。这个弥勒菩萨呢就是让你修出离心呢，他是让你在坏苦上修出离心啊，先让你享受坏苦，然后让你感觉到坏苦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。这就是啊，这弥勒菩萨的这个度化众生的特殊一点的地方啊。这观音菩萨度化众生呢，就给你的苦苦当中啊，苦的不行了，然后跟你讲，然后度这些众生啊，让你在极其苦难中，然后升起这个出离心的啊，跟你讲佛法，这个它各有特色啊。今天就讲这么多哈。